小泽，这是奥特之父给我的激光箱，可厉害了。故事剧情。哇！泰罗奥特曼，这是我们奥特曼的激光箱，有怪兽会经过这里，你要用激光箱消灭他们。好的，奥特之父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打败怪兽。小朋友们，我旭光之国开大会了，再见。泰罗奥特曼可真帅气呀、小朋友们，这把箱威力很大，再多怪兽我也能打败了，哈哈哈。原来这把箱是奥特之父给泰罗关门打怪兽的。哎呀，小泽，我泰罗奥特曼在这里等了好久了，小怪兽也没来呀，我现在好困呀，我要去睡觉。泰罗奥特曼睡醒了大笑。小朋友们，我是贝利亚，泰罗奥特曼居然睡着了，我们要打败他，抢走他的激光箱。泰罗奥特曼，赏赏我的大爪子吧。泰罗奥特曼，快醒醒，怪兽来啦。哇，泰罗奥特曼跳起来。小朋友们，贝利亚好卑鄙啊，幸亏小泽把我叫醒了，现在让他们尝尝我激光箱的厉害吧。哇，泰罗奥特曼利用他的激光箱攻击怪兽了。小怪兽们受死吧。气死我啦，飞起来攻击泰罗。小朋友们，泰罗奥特曼被我贝利亚打败了，现在我们要把泰罗奥特曼和激光箱都带走。雷德王抱起了激光枪，泰罗奥特曼也被两个小怪兽抬了起来。小朋友再见。泰罗奥特曼被小怪兽抓走了，谁会去救他呢？请关注下一集，小朋友再见。